今天终于可以出院了，哎呀，给这儿躺的真是我一点儿也不留恋的。现在俺的东西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，穿上鞋，去让医生开个出院证，都可以回家了。这东西，好，我去找那个大夫。去吧。小猫带上，把那猫带上，眼睛都。走了，阿威，俺回家了，喂。哎呀，那小美女，走了，抱抱。给这还蒙点儿，给这。这柜子里你都瞅瞅某东西了是吧？哎，收完了，走吧。我来充电器啥都弄好了啊。充电器你搁哪家里了？到八点了都。走。走。哎，给。我的。这个太去催了，回家，回家了，拜拜。再来都是15天给小孩体检了，啊，什么没人？终于到家了，还记得我几天之前走的时候，这回来呀，多了一个人。哎呀，走来时候是一个身体两个人，后来是两个身体两个人。看看谁多像谁一路。哎呀，我得歇歇，坐车里哇，我出一身汗，水湿我的衣服呀。歇歇晾晾再换衣服。回来刚才换好衣服，换换洗洗，啥也没有弄，往那儿躺那儿睡了一觉，现在起来真是真舒服。昨天晚上基本都没有咋睡觉，哎呀，因为不是昨天挤奶发烧了吗？半夜几点？凌晨几点呀？才退烧，开始全身发汗，我整个衣服湿了又干。小妮儿呢，是因为胀奶，然后她也吸不出来，她也挤，一会儿一醒一会儿一哭，一会儿一醒一会儿一哭，她也是没基本没咋睡觉。你看这会儿睡得多香，我那一躺，哎呀，俺妈给我端来了饭，做了饭，看看，西兰花、玉米面膜、莲藕，还有鸡蛋面汤。昨天俺那个姨来给我就是推奶的时候，专门说了，就是在我就是我这个身体情况，在前十来天。不能喝那些汤汤，就是太油了东西，然后也不能就是像排骨汤啦、猪蹄汤啦、这那个鸡汤啦，这些都不宜喝，因为我是那种奶汁比较稠了，然后泌乳素比较高，所以不让前期不让吃那么稠的东西，前期先吃点清淡的。你那个拿过来。那把弄的。那个你给你刷干净了，那个小门口那个小桌子搁那不动啊，动啊，那个煮了是吧？对，那个也可得，那个也中啊。回来吃点自己炒的菜真香，跟那儿都是俺妈给病房里都是弄点下点面条了，然后弄点面汤了，小米粥了。太甜，都是甜了，基本上，然后会下去，他医院里有买来那饭嘛，然后买点菜，哎呀，真是不好吃，呵呵，还是俺妈自己给家做的好吃。多吃点菜，回家是真舒服。刚才我往床上一躺，睡的是。也没有做梦，也没有干啥的，睡得真香。给医院里那儿睡觉，光睡不好，睡眠可不好，光做梦。每次吃完饭都是一身的汗。可是昨天那个姨说了，她好像说我有点气血虚，看医院开的药补血了。因为怀孕到后期的时候不是都有点贫血嘛，然后生完之后抽了血，也是查了有点贫血，不过都不严重。还是开点药。哎呀，我听见那小妮儿醒了，
啊，那小琪，小喵都叫小琪吧？小琪，咦，撑的胳膊，伸到哪儿了，乖乖？哎呀，你到哪儿了，乖？回家了？咋回家了呀？你瞅瞅这衣服你穿的，你还嘎了？这是哪儿啊？啊，这是咱家。